刘佩月阿妹呢日出席圣诞活动，仲献唱多首歌曲。不过佢就透露，因为气管敏感，咳得好厉害，状态就麻麻地啦。好可惜嘅系咧，我今日咧系比起我往年咧就比较斯文啦，我个声比较磁性啦，然后所有人都问我做咩啊？你转型啊？其实唔系，因为我病咗，因为病咗咧，咁所以咧我系出唔到声嘅。咁但系头先我唱歌嘅时候咧，我觉得好感恩，因为我无论系喺自己嘅 fans 群入边，定系去咗阿博嘅 fans 群入边咧，佢哋真系同我一齐唱，即系大家系玩得好开心啦。咁呢个圣诞同除夕又系咪同绯闻男友周志文一起过啊？而家就净系传佢系咪？咁都几好嘅，咁我唔使咁忙啊嘛。但系其实我都好多人约嘅，咁啊唔系净得佢约我嘅，咁啊，咦我有翻声咯。不过今年因为唔使喺拍剧入面度过呢一个圣诞同埋除夕啊，但系要工作咯，咁但系就冇话夜晚冇得陪屋企人啊咁样，咁所以咧都系俾屋企人啊朋友嘅话，之前嗰几晚都玩得好开心噶啦，咁啊礼物又送咗啦，但系我未回礼咯。